窦靖童的泡面头让网友非常的惊艳，不过其实看来少男最喜欢的是属于呢马尾的这个发型，那么尤其是像那电影那些年的女主角陈妍希，她的马尾造型虏获非常多少男的心，甚至还有排球美少女这是沙宾娜，高高的马尾也是在台湾造成轰动。对啊，我是要去来最高努力要望族社的女生，每个男生心中都住着一个沈佳宜，绑起马尾魅力无敌，让电影里的一票男主角为之着迷，走起路来马尾晃啊晃，优雅的弧度可爱吸睛。这一周少女沙宾娜挽起高高的马尾，大大眼睛显得青春洋溢，当时来台比赛虏获不少少男的心，难道绑马尾的女生真的比较吸引人吗？造型来说，如果满分是十分，应该加四分吧。天生可能散发出来，男生看到女生这样子比较活泼，比较喜欢吧。也看起来比较聪明的感觉，有智慧感。现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马尾正妹，其中还不乏长得像昆凌的混血正妹。